千年宝洞。大家好，岳父，看这里有个千年宝洞。李老师，这是个啥宝洞啊？哎呀，千年皇陵上的宝洞。走吧，黑哥，上去看看。去看一下的。我们现在去看了这个千年宝洞啊，其实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坟上的这坟顶上的一块小洞，当地人又称为是园陵宝洞。园陵啊，当地人又称为是刘秀坟，大概有十几米高，相当于有大概五六层楼吧，爬上来还是蛮吃力的。累死了。千年宝洞呢？难道这个都是千年宝洞吗？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洞口也太小了吧。旁边有个介绍，我们进来看一下。我们看一下上面写的，大概都是说，一代明君东汉光武帝刘秀长眠于此，前半年呢有众多人来自顶莫礼拜，这个顶上有一小洞，当这个人民伸投硬币，如果能听到这个叮当的响声，就代表能收到这个光武帝的吉祥如意的祝福的意思，大概。这就是这个刘秀坟上面的千年宝洞。那个上面介绍说的，往这个洞里面投这个硬币，会听到这个叮当叮当的响声。我们这个让李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哎呀，黑哥，好运气。看我们这个李老师下来本钱够大，一块的硬币都往下投，看能不能听到响声。来，咱们听听。真有响声，像这个下面有一股中央叮当响。好运来了。